很多年前我跟乾隆大哥拍了一部叫《上海武士》的一部电影，那次是我跟大哥第一次合作，而且第一次对打。然后打的过程很奇怪，他来是他做武术指导，那我也很有经验，我都不用排练的，我都跟大哥说 OK 了，可以拍了。私底下其实我们心里在较劲，就是他没跟我打过，我也没跟他打过，他也知道我是谁，然后就大家拍的过程就开始较劲，我越打越快，我越打越狠。然后大哥就说你慢下来，就把他那个节奏调整，哦 OK 没问题。其实大家去走位，他打那个过程我已经帮他补位，他可能大哥累还是怎么样，他可能就是那一招忘了，或者是他的位置怎么做，我就帮这个帮他补位，补那个招。打完之后哇，我从来没有打得跟一个对手打得那么舒服，我从来就是，我叫医生拍那么多的武打片，叫两个人最舒服，其中一个就是